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。今日这节课应该是要两点钟才讲完啦，所以哦，但是即阵配一点钟好啊，所以爱讲较紧的吼。这个电脑请把迄个影片录出来哦。这是一个讲什么政策吼？咱手的有这个讲义无？吼、哦，还袂分吼，哎，拜托分一个吼、哦。这是韩非子写的，在两千多年前写的物件。啊，伊写的这款物件哦。我感觉讲真有路用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个翻译，吼、哦，头一抓字哦是一下的，第二抓字是我翻译的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恁买那边解读吼，会、哦、使。哦哦。发讲义啊！哈，这韩非子写讲有47种亡国的征兆，不是讲你犯了一条错误，你就这个国家就亡去啊？不是安尼，就是讲你一丛树啊，阿虫给你救过，啊，不是用救一坑，这丛树啊都在倒，救一坑、两坑、三坑、四坑，啊嘛袂倒嘞。但是有一日风大风一吹来就大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迄个像伊也嘛同款，吼、哦！你老啊，你渐渐啊，都犯了错误，做的人都会完蛋了，吼、哦！就是，即嘛，这就是在讲国家的政策甲兴亡，咱以后。在座各位，在民政府中间负责真重要的代志，拢变作单位的主管，所以爱知影讲到底人性是虾米人性。我问一句，人性本善，对不？对我举手。好，还真多。啊，人性本恶，举手。我跟你讲哦，一个孔子哈、哦，儒家讲人性本善，法家讲人性本恶，啊，结果呢，人性本恶的哈、哦，统一六国，好、哦，啊，人性本善，亡国哦。王国到个什么程度？你知道？这满清来打台湾，我打中国，1644年来打中国。啊，打中国哦，我跳江去给算伊的人口，满洲人的人口哦，600,000，连囡仔算在内。啊，汉人的人口6,000,000交税金的，啊，那无交税金交了1亿。啊！这汉民族为什么和无到1%的人统治268年还阁欢喜个？这罗列嘛？伊用个什么给你统治？用个儒学给你统治？这儒学哦，真严重。儒学是对下人好，对统治者上好。伊讲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你对待恁老爸的这个孝心，等于对待你的国君的忠心，安对啊？唔对？唔对？对？唔对？唔对？都有唔对？你对老爸的孝心，不等于？我讲唔对，伫倒位啦吼。
你有几个老爸？一个啊。啊，你有几个军？不一定哦。军嘛有六十岁，嘛有三岁。啊，你对三岁的军效忠？你效忠唔捌咧？你效忠因阿姑吗？对不？哦，还是因阿伯？你根本不是对忠君的忠嘛。但是儒学这项物件对统治者真有帮忙。哦，啊，这个真有帮忙，这个学问哦，全魏汉武帝又延传过来。好，哦，啊，传到清朝的时候哦，翰林哦推推啊。做人呢，努力268年，唔知怎革命。好，哦，啊，咱即摆就是来读一寡物件，互大家知影。哦，啊，即摆大概有大概有即，這个，即，這個，韩非子的即个理论哦，咱先读两条，哦，啊，再来讲。一，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。权轻而臣重者，可亡也。这该说按照该说，国家弱小，臣子权重于君主，势力大于君主，可能灭亡。伊讲你这国家小吼，啊，家大，这些臣子的权位哦，凭一个君王较大，这可亡也。那做啦，金小刀凭马英九权大，就亡了，就可亡耶！哦啊，你要套上人民哦，你看没？看丢啊唔丢？哦，你嘛在该讲啊，你唔丢金小刀无落用咧哦。啊，我讲哎，金小刀操纵马英九咧哦。哦，你这哎呀，你看。哦，啊，看的时候哦，这有47种哦，合理诶，这个国家会灭亡诶。哦，啊，咱即摆先来讲，网络上哦，已经传来诶资料，这是在讲哦，这是在讲黄埔军校，因为我看到一篇文章，写讲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，都是中国军。啊，这实在有够离的，安内这句话对啊唔对？这句话哦，袂使讲唔对了，因为。黄埔军校成立的时阵，相提集团啊，是周恩来，周恩来不要最近，苏俄在1917年列宁革命成功，1919年设立第三国际，第三国际讲，我这个共产主义是上好的主义，我要推广到全世界去，啊，所以中共伊嘛要推广。啊，就第三国际就来啊！第三国际啊，佫看到孙中山讲虾米？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，这句话不听给人家手的。哦，这不是我讲的，也是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嘛。哦，啊，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，所以苏联哦，给你武器，给你弹药，给你教官，给你钱。给你设立黄埔军校，这个是恩人呐。啊，那都设立黄埔军校，迄个时阵，迄个时阵，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成立时夏朗成立的，孙文呐，唔对啦，迄头壳拢向水去啊。孙中山迄阵，他们芝加哥他们也跳跳卡在练吹球。
黄庆满唔对，袁世凯啦。袁世凯是掌握军权的人，他用个军事政变，不死一个人，把皇帝请下台，爱做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，对不？所以推翻满清政府是军事政变，不是说什么黄花岗跟什么七十二烈士，那西西也是七十二烈士，没剩什么啦吼。啊，这知影，咱知影，咱知影讲，咱头壳囥个一挂不着地的，哦，过去改哦，什么什么国父孙中山呢？迄个让国父都不是孙中山的，你若要叫国父，就讲袁世凯。啊，袁世凯，但是袁世凯做总统，做无八十，会做几工啊？啊，都要。都要做皇帝，这心理因素，心理因素以后大家都拄会到。吼、哦，你若提拔一个人，提上来，提到一个程度，他就野心大。哦，这都是过去的经历，讲给大家听。这张图是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，就是设立在黄埔，广东省黄埔。啊，黄埔这个孙中山，啊，这阿多啊，啊，这个中央蒋介石。啊，黄埔军校设立的那一天，因行出校校门，好、哦，校门。陆军军官学校，即马第一个洪山嘛是陆军军官学校，就是黄埔军校也延伸过来。这个汉民族国力乃衰退，咱在研究，咱即马要做单位的主管，嘛都爱知讲以前乃遐衰，乃荷兰人哦，拍中国的时阵哦，讲一句话讲，阮两个荷兰兵还是两个英国兵，都用拍败你中国兵五十名，二比五十呢，有影无？这有影，这确实有影，确实。哦，我估计咧，李成功打台湾，台湾迄阵有荷兰兵偌济，上多的时间荷兰兵有两千名，啊，其中一千名派去各地，一千名伫台南。李成功派两万五千人来打一千人，啊，打偌久？打十个月。你看卖，是不是人强你二十五倍？你要来厉害，啊个拍耍了后吼，荷兰人要贴兵吼，大爱个，你家准备会好势。我所有的荷兰人拢要就准，你有爱有牛膝头啊，吼、哦，什么拢爱一滴啦，吼、哦，食物牛膝，啊，好啊，准人开个八达米啊。巴达维亚就是今麦雅加达，为台南吼，台南热兰遮城叫 Zealandia， 吼、哦，因只荷兰文叫 Zealandia， 开个即个印尼，吼、哦、啊开个印尼嘛，几礼拜的时间嘛吼、哦，有通食安尼，啊因要走的时候，拍过加枪，啊枪吼，迄枪枪。枪是打开来的，安尼，哎呀，骑不走，哦，安尼退回去，退走，所以是光荣的退走了吼。啊，这是当强你二十五倍的，有影，这是有影的代志。啊，那汉民族那遐记录，那遐退，啊，我讲一个退啊代志，我你听。这个1644年。晚清这个进入山海关，入来这个北京城，哦，入来北京城，迄阵来打中国，满洲人的人口，连烟啊算在内，
查甫查某双生仔啦，60,000。啊，迄阵汉民族人口偌济？到世纪末6,000,000，无到世纪末也过加起来也过1亿。啊，阵啊，用个60,000甲6,000,000来比，拄啊1%啦尔。所以1%的人，甲汉民族关268年。你看，这汉民族是不是奴隶民族？是奴隶民族。啊，家己无感觉，我留一支辫子，佫唔敢加。日本人要家迄支辫子要加长吼，好气个。啊，佫绑小脚，吼、哦，要家迄布家脱透开吼，哇，气革命，吼、哦，这就是。这款奴隶民族，这对心理因素，哦，咱爱知影讲家己的缺点，哦，啊，咱在讲日本时代的历史的时阵，在讲到这段的时阵哦，这个后藤新平，哦，后藤新平是一个真出名的日本的这个官员哈、哦，后藤新平奇怪，大家怕台湾那台湾人哦。真害怕，那怕中国哦，真简单，甲正规军怕败，啊都拢好啊，啊解决啦。啊怕台湾的时阵，人台湾人摕德国刀菜刀都该下，哎、欸，啊都有影，即德国刀菜刀，啊都即、這个伊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哦，哦去迄个台南哦，去和即、這个。人敲落去吼，哎，用个镰刀吼，啊掉，啊到迄落德国到镰刀啊，敲落，为暗管啊，给敲落，啊敲落，滑落，哎，马脚，爱徛白马面，啊，迄个人走，啊，这個、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是明治皇帝的堂弟啦，那西的台湾，哦，啊，所以伊在调查台湾人到底是虾米人。所以，伊尊敬台湾人，叫做台湾民族，甲中国民族无共款。哦，台湾民族，啊，台湾顶头带虾米人？带两种人，一种是 people of Taiwan， 另外一种 people on Taiwan。哦，这个咱即马共款 ，people of Taiwan， 本土台湾人，迄个德国刀菜刀，伊话拢本土台湾人，迄个你写。啊 ，People on Taiwan 是长山人，长山人伊个心态伊无多无囥个台湾，吼、哦、啊，爱钱惊死个爱性命，个爱面子，吼、哦，就是在讲长山人爱钱惊死个爱面子，大概来念一下，你要知影讲长山人是安尼，爱钱惊死爱面子，对。这些都是长山人啦，啊，台湾人是唔惊死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这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足艰苦，当时要用个1亿日币，甲台湾出卖，看下你个台湾要创啥，吼、哦。当然日本皇帝不爱，不爱，吼、哦。这个西方世界吼、哦，因为经济，马丁路德。西方世界刚过去，甲这個中国同款，吼、哦，就是军权威望啊。但是西方世界根据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，会使讲，因讲地球是圆的，土地是圆的，啊，这是一个球，哎、欸，你甲上帝放在倒位？这个是要杀头，哦，而且马丁路德哈、哦，伊都推崇这块理念，啊，借着这个赎罪券是啥物物件？叫赎罪券。咱哦，台湾人咧烧金纸对无？烧金纸骗啥？骗鬼。
小金砖要骗啥人？啥人嘛无必要你骗，不敢骗鬼啦你啊！吼、哦，小金砖，啊，这是台湾的小金砖，啊，澳洲的小金砖都是用个赎罪券，嘿，也较厉害。赎罪券哦，你摕新台币一万块来，我一张赎罪券就让给你。啊，你摕到这张赎罪券，我会做下面一万块。啊，你若摕十万块来，下面十万块。啊，你若摕更加多来，我更加下面更加多。好、哦，这嘛是在骗鬼。东西两方面都骗鬼的，哦啊，西方世界骗鬼，但是西方世界引起文艺复兴、工业革命，吼、哦，因为会使讲地球是圆的，啊，会使定经度纬度，吼、哦，所以伊来个台湾，1557年来个台湾，来个台湾时阵，台湾迄阵。迄、那个葡萄牙的船长看到这个岛屿，嗯，真水，伊啊佛摩萨，命名为佛摩萨，这个名全留啊，今仔日无第二个名，佛摩萨。但是汉人来台湾哦，吼，好40个名，啊，奈好个遐侪个名，因为人会晓话。经度纬度啊，这个经度纬度，这个所在叫做佛罗摩沙，佛罗摩沙啊，啊，你袂晓话，啊，你讲我这叫做鬼人，啊，就叫鬼人啊，啊，这个说叫做安平啊，哦，哦，所以台湾哦有40多个名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人有进步，西方世界，啊，东方世界。那也不会进步。当今世界，咱的头壳去用锁死去，或什么锁死去？今嘛是有得锁，叫联合招生。什么叫联合招生呢？就是以前你要升官发财，就要参加科举考试。科举考试的题目有一本子出来。叫做四书五经，啊，你若会晓四书五经，你就可以升官发财。啊，所有的人，大家拢读迄本子，啊，就大家拢死共困，头壳死去嘛。即摆嘛是得安做，咱即摆是联合招生，标准教科书，这就是把你的头壳硬化。固态化，大家思想拢同款，啊，这个国家哪会进步？咱都未进步，就是安尼。人因也穿起来，啊，你也多啊，该抬。哦，所以东方甲西方未进步所在。哦，啊，蒙古人哦，来征服中国。一个中国哦，中国人哦，分做10级，这10级念给你听。一官，上官的是官啦；二吏，第二的是政府官员；三征四道，这都会想啦哈。五公六农七医八娼，第八等等的人哦是妓女啦哈。九乳，第九等的哦。迄读书人哦，读儒学、九儒，迄第高顶的哦。十戒，第十吼是七戒啦，去加了十戒。那个儒学看个遐歹，哦，啊开始遐歹哦。即你啊，你可能不听过有一句话叫臭老九，就是讲哦。那些哦，臭老九的九乳啦，哦，蒙古人是征服世界国家的哦，所以伊的看法，你爱尊重伊的看法。
啊，温州人在台湾种下分化的因素，这个因素今天也有存在，哦，这个分类戒斗，分类戒斗分作闽客斗、漳泉斗、县级斗、客客斗、同业互斗，哦，真多斗了哈，就是甲你吼筛拢吼，互你互相相待，哦，啊，台死了，即甲伊做官无关系，吼，哦，啊，因为伊咧做官，干了三年任期啦，吼，哦，所以三年任期，三年官两年满，三年做官。做官做三年，两年六个月对个满满满，哦，就三年官两年满，哦，啊，不使带杂，不使带家眷来，你的家眷当咪中国做人质，你若当台湾反对满清的时候，都甲你抬，所以满清统治台湾的时候，无派满清兵来，拢派汉人兵来，哦，来统治，以汉治汉。啊，一个个这有人觉醒，这就叫做洪秀全。洪秀全因为摕了一本书，哦，就叫做《劝世良言》啊，而且是基督教的书，所以以自己任命自己是天地，自称天地，伊是天的弟弟，就是耶稣的小弟啦。好，哦，这个物件吼。要就英国人哦，法国人哦，要来了解，来了解这个洪秀全的基督教，发现讲，嗯，啊，个正经的基督教差太多，哦，专得无该支持啦，哦，啊，那该支持哦，这历史国爱改写啦。啊，所以建立太平天国，洪秀全哈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洪秀全，但是一拍个南京的时候，哦，心态变了，哦，心态变了，都他们要花天酒地，转这个国家，转亡去哈。哦，但是咱咧讲即个代志吼，上重要代志就是法家。法家那重要，以法家主张人性本恶，吼，哦，性恶，人性恶，啊，所以爱有法，有法甲你规范吼，强调用个法治来约束臣下。胜过一时的人治，你爱有法律，以后大家管理你的部下的时候，用个法律来通知，哦，卖用感情，哦，戒毒遵守旧规，哦，不正是因时制变法重要性，哦，只会让组织逐渐走向。苍老为王啊，就是你爱变爱变，哦，这是商鞅。商鞅有电视有出现到滚，有商鞅的字吼，吼，哦，搬到真好。商鞅是又就称叫做魏鞅，以及魏国人。哦，啊，伊在魏国的时候，在上公孙叔的家臣呐，吼，啊，公孙叔破病，啊，甲国王讲，你爱用魏鞅，我就即个死啊，你爱用魏鞅，哦，啊，这国王无咧赞成，伊讲你若无用魏鞅，都甲商鞅杀死。你都该重用，阿，啊，不都该抬死。无这人去了，把国赢去吼，这魏国就糟糕了。啊，伊就甲魏王安尼讲，
啊，魏王哦，怎样回去？啊，伊嘛甲商鞅讲，我国甲国王过去啊，国王若要重用你会使，若要甲你抬死吼，若不重用你，我叫伊甲你抬死。吼、哦，啊，商鞅无咧甲知道，啊，那无咧甲知道，伊讲你叫伊重用我不？伊都无重用我，啊，干咪甲他抬死？袂甲他抬死嘛？啊，都无甲他抬死。好、哦，所以为这商鞅要就走去秦国，哦，甲秦孝公来讲。秦孝公讲话讲三遍四遍，头一遍该讲地道，五帝的道理。这天方夜谭，皇帝秦孝公困困去。第二遍讲王道，第三遍讲霸道。啊，讲啊霸道哦，这秦孝公哎，对，啊，第四遍啊讲过了几礼拜啊，好、哦，要就转重权委托商鞅。所以秦国本来是西方的一个弱的国家，怎样去用台，怎样去用霸，哦，它变作强国。咱赶快，咱你的经营公司，你的经营你的一个组织，吼、哦，你要想到这款物件，赶快，要安怎让你的所在强，有效率，吼、哦。但是，拍摄这个商鞅吼、哦、做法自毙，告别就吼，互人车裂，啊，车裂就是安尼吼，一个人吼、哦。啊，只有四五只有哦，啊，甲你为五马分尸啊，五牛分尸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分尸的种类哦，过哪种了吼、哦？有一种是瓦人，瓦瓦都甲你分尸掉，啊，一种已经死啊，才甲你分尸，啊、哦，这是就多，啊、哦，啊，这是韩非子，咱即马手的，就是韩非子写的物件，哦，韩非子哦。是法家，哦，伊嘛反对礼制，哦，反对礼，他说是阶级落后，哦，伊讲哦，定分子争啦，吼、哦，定分子争对啥意思？一只兔啊，特别落来走，哇，真侪人去入到人下，啊，但是你去菜市啊，哎，兔啊几百只，哦。啊！你奈无去甲入，无人迄有龙啊，甲威起来，这是下人下都已经有名分啦。你若去甲掠，你就是强盗啊嘞吼！啊，那都裸照，你都甲个掠，无紧哦，迄无人下哦。这就是法律的问题哈、哦。好利勿恶勿害。因为人有好个恶，人有你爱的物件，甲你讨厌的代志，所以可治也。这人哦，会使抵力哦，这是法家的理论。啊，伊嘛讲哦，不发古不寻今，不要说是以前人做安怎做丢吼，啊就基本都该遵守以前做的，不发古。啊，今麦人什么做丢吼、哦？啊嘛，无一定爱照今麦做法，就是讲你爱家己爱有创造性，吼、哦，创造性有多彩多姿的创造性。这点哦，这个汉民族足欠的，安怎欠呢？咱都固定哦，读四书五经。啊，读完，啊，干来四书五经会晓啦，啊，剩的拢袂晓。哦，最多为墙壁学一空来尔，摕一水龙头都讲水会出袂。啊，这款的代志哦，就是中国人在做出来。哦，啊，都无知识的，加加这挺多。啊，因公法术士，哈、哦，
这聊聊对了解哈、哦。申不害也是一个重要人物，也是法家哦。申不害，韩非子哦，韩非子这个人哦，一下著作啊，和秦王哦看到，秦王讲我要敌这个人。啊，就来拍韩国，啊，韩国讲你哪来拍我？伊讲我要点韩非子，哦，韩非子上你啊，好，啊，就韩非子就去秦国，啊，去秦国了，因为有政治意见不同，哦，叫先伐赵，较慢的到伐秦呐，啊，啊，所以哦，李斯哦。嫉妒、哦、所以给陷害，所以被就自杀死亡，韩非子死亡。所以咱这个47条、哦、就是他死亡以前写下来的东西。哦、不其修骨，不法常可，肆意者肆意，肆意者被变。哦，这自己就去聊聊了解一下哈。啊，这个要赏罚要分明，莫讲哇，这个是皇亲国戚，你都无该处罚。啊，莫讲这个人是无出名的人，啊，你都无想伊。哦，这拢爱赏罚分明。啊，莫守株待兔。什么叫守株待兔？有一个做产人，第一产的做产，啊，就一只兔啊，往边啊走过，啊，走真紧，啊，弄着树啊，啊，转啊，混咧树啊，树啊卡，哎，啊，伊就捡着一只兔啊咧，嘿，哇，当然你真好吧？第二天吼，买做产啊，他们树啊卡蛋，啊，守株待兔。啊、所以兔仔一隻也袂来、啊、但是這種人就有、啊、回之之意就是說、哦、有病沒要看醫生啦、哦、滥竽充數就是竽是一種樂器啦、哦啊、滥竽就是我們不能分樂器的人、啊、就是要領薪水嘛，大家一堆人的中間、啊、就會分、哦、像會這樣分的、啊，但是这是滥竽充数，老马仕途，这韩非子讲，下面叫做老马仕途，因去沙漠中间迷失了方向，啊，行不出来的时阵哦，要去想一个办法，叫四五只马，给套开，和四五只马，你领队。啊，这四五只马哦，都领队啊，都安都，规批的人都带去四五只马都行啊，都行出来啊。马知路，人唔知路咧，吼、哦。所以你有当时啊，你爱尊重其他的动物也才能比你好，吼、哦。你唔好讲家己上高，吼、哦。这对滥竽充数，中啊，这个吼、哦。这没在分、啊、但是做一个动作好像在分啊呵呵、哦、啊都有人在心碎的、哦嗯哦、还有更早的管仲资产，因嘛是用个法家的理论，所以要治理一个国家，治理一个公司，治理一个单位，爱法，好、哦，啊法要定得好，哦，要够什么身不换呢、啊？商鞅他都讲过啊，哈、哦，韩非子了、啊、哈，韩非子哦。儒家的性恶论，哦，咱拢无人讲性恶，
但是你要知道人性本恶，哦，还要法律规范才会变善，哦，啊，你若无法律规范的时候，你杀死人也无罪啊。刚迄日啊，有一个人杀人，伊讲啊，都几几年啊都出来嘛，哦，啊，这种法律规范的不好。李斯哦，李斯是这个秦国秦始皇的宰相啊、哦。李斯嘛是法家的人物，所以秦能够统一六国，这样代志要特别注意。秦能够统一六国，因为伊有这个法的后边，哦，所以赢对方的国家，啊，赢对方的国家，不是赢一输来。赢真多，到法度通统一六国。哦，不，那秦无统一六国哦，可能到即阵哦，即中国个四分五裂哦。啊，但是秦哦，因为采用法家统一六国，所以法家的好处哦，怎样？啊，这是李斯的画像。哦，假如讲。秦始皇用法家的思想统一了全中国，哦，伊无用什么方法，用过法家的思想，哦，啊，商鞅变法这个，我记得把人分成几等啦，二十级啦，哈，啊，爵位啦，哈，挨个度量衡啦，哈，哦。啊，连做法哈，以重金罪法律哈、哦。第一喏，井田制度无好。我以前咧读书的时候，讲来讲井田制度真好哦。八口人家哦，八户啊，一人创一地，啊，中央迄地做公家，啊，结果公家迄地拢无虾米修行，啊，家己迄地哦修行较侪。啊，这就是井田制度的缺点，啊，所以废井田，啊，统一度量衡。度量衡哦，中国第一个金朝的时候，迄阵都看出来爱用度量衡统一，哦，迄统一到有啥物物件？车距、车的宽度，甲你规定，哦，规定迄车的宽度，你袂使讲伤宽伤歪。最近，吼、哦，无紧，这车子的宽度了吼，啊，这个东西，1624年荷兰人来台湾了，用个荷兰尺、荷兰棍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台湾人在用叫做大尺、大棍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东南沿海即个乡邻哦，大家拢爱用大尺、大棍，因为这较公正。啊，来用中国笑的时阵哦，无变长，吼，家你买的时阵哦，用较长的，啊，要买你用较短，啊，这都是无统一的吼，啊，台湾有统一，吼，啊，社会方面采取小家庭制度，吼，啊，你呐。有成年男子哦，你要分家出去，啊，无就加税金。啊，即卖就讲廖伯爱下场哦。伫林松文起义的时阵哦，伫屏东哦，有一阵的迄个客家人哦，看晚清的势力个用咧哦，啊，都家己组成一个叫做义民。自动向满清靠拢，主动向满清靠拢，想讲安尼，通挂掉阿袂。但是向满清靠拢哦，这林松文这边哦，好，背负受敌，头前啊敌人，后边嘛敌人，阿变啥？好，我头前歪进，我把过头来甲你进，哦，啊，入去迄个客家庄，抬客家人。啊，台客家人，啊，这个时阵，
这客家人转过来跟林松文建书，哦，这谋攻客籍六庄基地，好，哎，这客家都要求满清来协助，啊，满清讲啊，你下来，我唔捌厉害嘞吼，无要帮助伊，好，无要帮助伊，前后夹攻，所以有一首诗。一场大杀，满清月明之义军十付其九。好、哦，这是1787年十月二日。哦，啊，你这种行为，哈、哦，廖别爱行为，哈、哦，所以包括李白有几首诗讲，哦，美人垂珠帘，美人在咪珠帘的后边，身作蹴蛾眉。这一点吼，啊，把头盖盖，但见泪痕湿，看到哦，得老目屎，不知心恨谁，唔知要气啥人，气满清还是气葫芦人，还是要气伊家己？哦，这就是廖别爱下场，哎、啊，一个无把你廖别啊，哦，所以有一个新客家人理论。这新客家人理论哦，在日本来打台湾的时候哦，都发挥功用。日本来打台湾的时候，到个新竹苗栗一带哦，新客家人真勇敢的出来跟日本人下，哦，啊，伊个台湾看做个基础，哦，所以伊即讲哦，客家人的原乡在台湾。他不是客人啦、啊，你若讲我是客人的时阵，啊，领导发生啥物黑小组，我做个走就好啊咧，哦，无必去怕黑，哦，这是客人的心态，无心态，我都是食爱主人，哦，啊，都为家来牺牲来拍拼，哦，这新客家人理论，哈、哦，这个并做汉字爱一部分，哦，啊，郑芝龙降清，哦，这摆是廖别啊。伊过哪过哪行代志吼？伯洛吼提闽粤三省总督之印，闽福建粤有两粤，一个广东广西。好、哦、啊，福建广东广西迄个时阵完全要袂占着。伊讲我刻这个印来在等你。啊，李自强迄个时阵在做个福建的迄、那个。跟他讲丞相的位置来咧，啊，今晚有三县哦，哇，都要去投亲啊，哦。啊，之前讲该卖去啦，那我去的道道理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招500名乌人的兵去，啊，这乌人兵都、就是印尼那边的乌人啦，吼、哦，跟印度的乌人同款，但是不是非洲的乌人。啊，他们遐啉烧酒、啉三工，吼、哦、啊，折剑为盟，这是塞北人的风俗，吼、哦，折剑为盟。啊，但是狄仁公哪会违反因老爸的意思来反清？哦，因为狄仁公的迄个兵马，吼、哦。即、这个有人迄个派兵来吼、哦，来个安平城，叫安平城的开门，啊，清军来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清军要入安平城，啊，就安平城的人讲，嗯，哦，咱拢无共国的，伊讲那无共国，我们是同胞啊，吼、哦，是同胞嘛，恁头一在阮遐就做客的吼、哦，啊，是同胞。阿要做想想啊，都有影咧。狄志龙都投亲啊，啊就开门，啊一开门了，哇，代志发生啊，吼、哦，啊是其实是低保啦吼、哦。啊，翁氏被辱，翁氏是啥人？翁氏就是狄仁公的老母，受辱就是去用强奸，吼、哦，啊吊刀自杀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哦，狄仁公。凡如父，伊就甲迄个读书人的衫、小衣裳，
迄阵有十八个人，迄阵一代二十三岁，就起兵，这是真勇敢的人，翁氏被辱，翁氏是这个狄显公的老母，就是田川氏啦，来中共叫做翁氏。早期，这个也叫做东宁王国。东宁王国是啥意思？东宁王国以前哦，狄显公是叫台湾叫东都，伊讲，迄阵了讲东，气归气气气，气归气气气，东都看来去，来去阮有母，毋免长山遮艰苦。气归气气气，东都就讲台湾来去来去台湾啊，啊来去来去阮有母，台湾哦拢汉人来拢嘛打波啊啦，吼，啊阮有母就是讲母较欠嘛吼。唔免长衰艰苦，啊，长衰实在真艰苦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尾就狄景专甲这个，这个所在改做东宁王国，哈、哦，东宁。狄显公哦，那是一三十九岁，三十九岁哦。迄落为厦门传来一个消息，讲：“哎，你做阿公啊啦！”啊，狄显公欢喜一个，三十九岁就做阿公啊！哦，安尼遐真，有诶三十九岁都还未生囝呢。好、哦，爱三十九岁做阿公，但是狄景诶大母诶老爸吼，下底就不会来讲吼，讲啊，你是做阿公啊，做老爸，什么话？什么跟阿公跟老爸念到底，就是狄景哦乱伦，去用到这个狄显公生第四个后生的某，甲伊通奸死一个啦，哦，啊，这就乱伦嘛，啊，乱伦狄显公气一个，哦，气一个，啊，个。这廖伯爱的狄志良哦，老伯这大伯的人哦，十一人哦，最一天家的太太死啊吼，吼，这嘛对狄显公嘛是一个真大的伤害啦吼，啊，即嘛讲，真鸿门天地会，鸿门天地会哦。我本来想讲这是外省八卦，好、哦、为中国来，但是唔对，是台湾陈英华设立的。台湾陈英华一看到是虾米代志，一看到这个汉民族奈遐个咯，哦，迄个所有的官员，然后钱可以啊就导航啊，哦，啊然后可以赶走啊就导航啊。啊，下人无要导航，都、就是做百姓无要导航，所以个做百姓个联络起来，吼、哦，啊来做推翻满清，啊伊设计真侪项，迄、那个真侪项个迄个动作，吼、哦，所以鸿门天地会跟天地会了，哈、哦。伊就是有一种哦查证，就是讲哦，我去地点啊食茶，啊我摆这个杯啊啊茶果啊摆落去，啊你那内行的人，你知影讲啊这红门的吼、哦，所以伊按照摆吼，安、哦、尼，这个是布阵，一个在外口，一个来对，啊你破阵。就是个个外口提伊个来对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伊就讲牧羊城内是乾坤，意气全凭一点一点红啦，吼、哦。今日异乡来叩问，卖个红人动外人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感动的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
晚清统治台湾213年中间，咱台湾有起义138遍，哦，138遍，就是三年一小乱，五年一大乱，哦，啊，甲满清政府统啊，外国起床哈，啊，即马过来看一下哈，牧羊镇、双龙增裕镇，哦，这都是安尼，这水啊，这地。安要安怎？伊把这水吼、哦、泼了清水换红茶，安尼啥意思？啊，红门的红茶嘛。啊，你这是清的慢慢去泼了、哦，啊，所以伊也讲啊，泼了清水换红茶，到处大卫是红家，至今任我来去饮，相逢不用。不用说音了、哦、这就是这款的那个语言、啊、不止这样，不止只摆茶阵而已，他那时候、哦、用诗诗也有茶阵、啊、手也有一茶也有功夫、啊、手的时候、哦、他、哦、用这样压，别人没看嘛，跟你压手的时候，这就是说我是洪门的，好、哦，啊你介爱的原因，无敢问，那给吐一点出来，哦，啊，啊这就是陈永华哈、哦、所做的，买手这个物件哈，陈成功因失败了，这个传去中国，传去中国，传个广东。啊，为广东个传去中国，夏威夷，哦，啊，孙中山在咪檀香山吼，哦，去俄罗斯咧成立新中会，哦，再来反清哦，就是这款的，哦，啊，满清政府嘛咪是推过，满清政府哦，你做洪门，我做青帮，哦，啊，青帮以前满清的。帮派，好、哦，这个、青帮的，你知下人的做青帮的人物不？起码这蒋中正都是青帮的呀、啊，哦，因为这对人拢差不多拢青帮的，哦，啊那青帮的第一阵是廖北阿帮。啊，这时间无外久啊，咱这讲这伟大的台湾人，台湾人都有这伟大。哦，1895年来打台湾，但是1931年打中国东北，台湾当时人口300万，中国东北给咱12倍，咱36000平方公里。伊是咱的36倍，日本用76000名兵，打中国东北，敢若用20000名兵，啊，打到台南开6个月的时间，啊，伊打到东北占来敢若3个月的时间，安尼算起来，6年升18年，升4倍，升2倍，288年。那虽然讲住喺中国东北是台湾人，伊还开288年不征兵的情况下，所以咱台湾人真伟大，所以伟大的台湾人。啊，日本人冇创一个，日本人哦，一个后藤新平哦调查台湾人，哦，那来替台湾那只艰苦，哦，到处拢拄到迄啰。台湾人惶恐，吼、哦！阿尾就有一个结论：台湾有两种人，就一种叫本土台湾人 （People of Taiwan）， 本土台湾人；一种是 People on Taiwan， 住喺台湾顶头上的人，即长山人。吼、哦！研究出来结果就是：长山人爱钱、惊死或爱面子，
这就是讲长沙人，安尼好。一只讲一只，感谢，感谢各位。各位话，加起立。今日啊，休困十分钟嘿。